要看什么？看你的外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方法是问你的生日什么，我来帮你看指纹。可是人家会不会给你？不会嘛。但是呢，用徐老师的方法就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非常没有隐私的观念嘛，对不对？你比较喜欢宏观里面海阔天空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务实实际的，务实嘛。务实加生活规律原理就是说，弹性自由就是马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方式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啊，还有没有？啊，你说，你说哈。报告徐老师，你说，如果普通来讲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烦恼你了，还是找？OK OK， 好，那么。